弟你在做什么？我在蛋蛋火车。你把我煮的蛋蛋给它装在火车上面了，太好笑。弟弟，我跟你讲一件事好不好？这个蛋蛋啊，是食物哦，食物可以玩吗？可以喂妈妈吃。食物可以玩吗？那你要怎么办？喂妈妈吃。你要把它吃掉吗？弟弟，要不要把它吃掉？我弟弟，再来给爸爸吃好不好？够。那我拿走了哦。我不要。那你不要用火车载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要让火车载，我要让。你可以载其他东西啊，你不要载蛋蛋好不好？要。你给我啦，我要吃。不要。食物不是用来玩的。这还是要上学。是哦，弟弟，食物不是用来玩，是用来吃的，好不好？给爸爸。那我拿走了，我强制拿走了。给我啊。好了，给我了，我给你其他东西。我给你再那个冰淇淋棒棒，冰淇淋的。好，我拿给你冰淇淋的。